哎哈喽大家好啊，这里是小智，欢迎收看咱们今天这个实况娱乐九视频。今天呢我们是依旧来做这个武林奇侠传啊，也是做这个第15期。昨天呢也是因为这个有事情啊，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更新啊，也是说声抱歉。那么咱今天呢就抓紧开始咱这游戏啊，把这个补上。首先呢一上来啊，刚才我是这个玩了两把这个毒啊，这个刚才真是悲剧啊，这个忘了开这个录制软件了，我就在这玩啊，玩了以后才发现哎呀没开啊，就是玩两回合毒啊，35了咱现在。哎呀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。咱这期啊，我看看，说实在的，也确实是没什么事儿可干了，只能等着剧情了。在剧情发生之前呢，也确实没什么东西能整了啊。咱只能啊，就是练练这个属性。那我看了看啊，咱这个现在唯一需要练的也就是这个毒术了啊，其他的东西也看看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啊。像是这个魔音啊、拳掌这些东西吧，这个也不是特别必要。就这个毒术咱有点低啊，咱可以练练它。哎，那好，那咱就接着整吧。啊，这里也是说下，有很多人就说这个，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都掐了呀？我实在是想跟他说啊，这个游戏啊，它其实乐趣就在于这些小地方啊，而且怎么说呢？我相信就是我的老观众啊，肯定都知道啊，我做视频的这个目的，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个做这个游戏解说的这个博客啊，这个 UP 啊，我这只是个小号，就是纯属娱乐性玩一玩的啊。我做视频的，因为视频呢，只是单纯的最初呢，是因为想这个弥补一下，因为我这个啊动漫这个杂谈啊，实在动漫的这个杂谈类节目、啊、实在是更新太慢了，很多人都这个经常私信我说，哎呀，那个就是想听听我声音啊，怎么怎么地啊。虽然我觉着啊，但只是大家就是过于抬爱了，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这个说话声音呢也不是很好听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觉得既然有大家有需求啊，这个我就想，那不如我就做一个这个小实况吧啊，这样的话也不太费时间啊，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，也能这个和大家一块交流交流啊，这个做个补偿什么的啊。所以说可以大家看到啊，我其实做视频呢选的游戏都很随意啊，你说什么飞行棋这些东西我都玩过啊，单纯的就是为了和大家聊聊天啊，绝对不是就是说想专业的做这个游戏实况啊，或者是做了多么多么好，希望有多少人来看啊，有人喜欢呢我就很开心啊，就是不管是多少人啊，你看看大家看我最早视频时候播放量都很低啊，但是我依旧也做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就是啊回馈一下那些支持我的人啊，这是我做视频的这个目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做视频啊，就是没有太高的，对自己没有太高的要求啊。因为咱这个视频本来也是名字就叫这个逗逼实况啊，这个没有写着完美，也没有写着极速啊，更没有写着攻略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不要对这个视频要求太高啊，这个我倒不在意这个大家这个啊是吧，各种喷我啊，这怎么怎么地啊，说哎呀你玩的怎么这么烂呐、啊、你我这多厉害啊，是吧，你这菜啊，张口就骂什么菜逼啊傻逼的什么骂我啊，我倒说实在的我还真不大在乎这个。因为你像我们这样的飘逸型选手是吧，早就练会了这个连笔铁硬皮笔术后的这种神功了啊，只是我觉得大家老要说这样的东西的话，确实是很影响其他人的观看。而且就是说这个提些意见呢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但是我确实是不打算改变我的风格啊，因为我做视频的目的啊本身就是给那些想去看啊，想去这个看这个视频的人去看啊，这个并不是想这个让所有人都满意，而且毕竟啊任何一种这个形式啊，不管是什么样形式，想让所有的人都去接纳是不可能的啊。这个哎呀完了，这完了，悲剧没发生事啊、哎、这个我也是说多点啊，但是确实也是想说一些东西啊这个练郭德纲这个郭老师啊都说过啊，是吧，没有这个天底下没有一种这个艺术形式啊可以被所有人接受啊，我也没打算这个是吧，这个在这个游戏实况上做出多大的文章啊，只要有人看呢，喜欢看呢，我就会做啊。包括我现在的日更呢，也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定上的目标啊，也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喜欢看，有这个需求啊，那我就自然会做了。所以说说这么些呢，就是我恳请啊，恳请，确实恳请啊，那些看我的观众啊，大家都能保持一个和谐轻松的心态啊来看这个视频。你喜欢看呢，你就听我这个唠唠嗑是吧，说点没用的有的没的啊，你觉得好玩了笑一笑呢，我就觉得满意了啊。你不喜欢看呢，我觉得你关了也行。如果你说你又非又想看啊，又是非常看了非烦啊，你想喷我的话呢，我觉得你心里喷喷，或者是坐在电脑前啊喷我两句就算了啊，实在忍不了的话私信喷我也不要紧啊，我都不会在乎啊，确实我不会在乎这些东西啊，就不要在这个评论里和这个弹幕里这个说了，因为确实是很影响其他人的观看心情。反正就说这些吧，
因为咱这个视频确实是很随意很随意的一个视频啊。之前也是有不少人都跟我说啊，说哎呀，看我视频从来都是打开视频以后视频都不看啊，就听着我说话，然后自己干自己的事啊，你就刷微博的刷微博啊，刷碗的刷碗是吧，洗衣服的洗衣服啊。啊，那我确实，我觉得我视频能达到这个程度，我就很满意了啊。咱这视频早期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过，我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和大家聊聊天，让大家这个放松一下一天的这个疲惫的这个心情，啊，能感到这个能带来一丝丝的欢乐啊，我就觉得啊值了啊。我做这个视频，拿出这些每天拿出这些时间就值了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就说这么多吧啊，这个希望大家能这个啊体谅体谅啊，这个也是这个。能互相了，这个也是为了大家好了，有一个这个和谐的观看环境。哎，好吧，那么咱就说这些啊，说多了可能大家又有人觉得烦了啊，这个那咱就不说这些了啊，还是说点这个其他的。哎，不过我现在呢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其他的好说啊，咱现在就是练这个毒，而且我感觉一直只能练这个毒啊。这个反正就是越来越难吧，啊，这感觉是越来越难了啊。这个毒的作用呢，就是你下毒的时候效果更猛啊，别人对你下毒的时候你抵抗越强。咱是没有学这个毒功的啊。如果说大家玩这个邪派路线，就可以找这个师傅的，就是师弟啊，这个弟弟啊，啊是他师弟还是弟弟忘了啊，就是那个什么给咱下毒的那个人，咱可以找他学那个有几个毒术的技术啊，这样的话他下毒就厉害了，确实没什么必要啊。咱今天呢，就是这是，干靠大地图了啊！今天也是要，我估计是肯定会走上这个大地图的这条不归路了啊！然后展开我们这个大结局。至于这个其他的结局啊，我这确实看啊，有功夫就做，因为马上呢，要忙起来了。一是我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啊，都要参加这个漫展啊，去这个啊摆摆摊啊，这个挣点这个口粮钱是吧？啊，挣点钱什么的啊，但当然也不一定啊，说不定又把自己的这个内裤都赔进去了啊，也这个不可能性比较低啊，但是也不一定啊。主要是要去参加几个漫展，然后再加上呢，这个动漫扯着蛋呢也该更新了啊，这个也是好多人都在问我啊，我估计呢，是这个八月左右会更新两个吧啊，一个呢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动漫扯着蛋啊，一个呢估计又是一个就是啊不是正儿八经了啊，不是正儿八经了啊，你懂的。也是跟大家简单一说吧啊，就是说有功夫的话我就这么做啊，没功夫的话那就到时候挑点别的。最近也说嘛，也是打算跟那个 C 啊去做这个直播实况啊，到时候呢我会做实况，就是做这个直播啊，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给录下来啊，发到这个账号上啊，有喜欢看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啊，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啊，因为他最近也挺忙的啊，我最近也挺忙的，大家都挺忙的。哎呀，怎么搞了啊，这是点一次再加这么点，这是想玩死我吗？得，要不我这块掐了吧啊，还是掐了吧啊，反正我该说了就说完了，那么我掐了，那么大家稍等。哎，好啊，那个回来了啊，这个我也是中途停了一下呢，去钓了个鱼啊，这个钓鱼呢也是这个一直我没弄他那个技能啊，就是有一个这个乾坤移掷啊，乾坤挪移啊，说错了啊，原来是乾坤挪移啊，这个技能啊，其实这个怎么个回事啊，就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会反击啊，你不掉血会反击，但是反击那个血啊实在是掉的太少了啊，所以说我有时候都不愿意学啊，确实浪费时间啊。然后他又给我整了个称号，这时候我也想还有几个事没干啊，就是咱这个内功啊，得赶快练练啊，咱这个再把这个内功练上去。哎呦，我发现我咱这体力啊又不多了啊。哎呀，那等我，稍后等我备份一下。然后回来了啊，那个我们现在把体力给整上去点啊。我现在想怎么整体力呢？是整点艺术系的整整呢，还是这个喝点茶呢？哎，这个养花加不加体力了？哎，得，我们养一次花啊。看这个金色种呢，也是给大家一直说这个金色种的事啊。哎呀，我这看见它我就有点虚啊，我似的啊。我先看看这个花呢，现在有啥问题？看这个样是不是施肥呢？但是我怎么感觉施肥是肯定不能光有施肥的了？哎，不会还有唱歌吧？我实在是忘了它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了。咱试试啊。完了，除虫还有啊？呀。这根本没看到啊，你没看有虫子缺口啊，那可能确实是我这个屏幕太小了，因为窗户画纹啊就一点点，哎，可能它那个叶子又细，然后上面有个缺口呢看不清，哎，反正是这个绝对是丧心病狂啊。哎呦，这浪费一回合，等我们去喝点酒吧，这好久没喝点酒了，我们整点厉害的啊，五粮液啊，走，
我们接着练内功啊，练我们这个东方宝典啊。所以在这个名字确实是让人很这个浮想联翩啊，它这个又是宝典又是跟东方有关啊，怎么觉得都像是这个葵花宝典啊。啊，东方不败练的这个宝典嘛，不就是葵花宝典嘛。啊，我们接着练啊，得把我们这个学校心法给顶一下啊，不好看。哎，这时候七夕来了啊，是有时间了啊，这位兰亭姑娘来了啊。啊，他说这个他心中啊总是牵挂了一个人啊，那不用说了，肯定是咱了，对吧？啊，你看我还挺会装样的啊，什么人啊？快告诉我们是什么人？他说一个要和他谈论终身大事的人。啊，我们这时候说，咦，那不就是我吗？啊，我说当然记得啊，我说只是我上回这个一事无成啊，是吧？还没有这个房也没有车的啊，而说跟你配不上啊。啊，他说他可以抛开这个教主的位子和我啊。我说千万别啊，千万别啊！你这样的话，我还怎么开后宫了，是吧？啊，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当这个教主了啊，他是找个人随便就传了吧。啊，我们这时候马上说，我们今天呢就先别谈这个了啊！你看人家倒贴，咱果断的不要啊，多么机智啊！啊，这样才是这个开后宫的这个先决条件啊，就是你要保持和每个人的距离啊。这看这个主角非常的有脑子啊，啊，送给我个玩意儿。他说他要再见我一面的心愿啊，哎，这次又来了，看这个妹子是年年都来啊，年年给我送药啊，说药不停，药不能停，啊，又给我药了，啊，我刚想基本属性又上升了，哎呀，完了，为什么这个完了黄了，哎，这为什么任清玄妹子没来？等会儿，我要研究研究这个问题，大家稍等。哎，回来了，同志们。经过我的多方测试，发现完了哈，确实是黄了。但确实这个问题呢，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我刚才也是看了一下，确实第五年是可以遇到这个任妹子的啊，就任清玄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遇上他的挑战呢，就是那个花中的100和他这个友好度达到100，这个我确实是全都做到了，而且有很多人确实也都遇上了和我同样的问题啊。就是这个第五年呢，这个任妹子来不了了。而且是自己没有这个漏下任何问题啊，就是来不了了。哎呀，这个说实在，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。以前的时候都是能遇到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是遇不到了。啊，因为以前呢，我也不是每次都第五年啊，我一般也就是第四年。啊，当然第五年的时候也有，但是我都是遇到过了，我至今还没有一次遇上这个就是没整上的。但是后来也是看了一下，发现好多人原来都有这个现象啊，就是第五年的这个七夕呢，他遇不上他了。这是完了，就是个悲剧了啊，反正是个悲剧了。这非常遗憾啊，不过那个妹子来了呢，也就是顶多就是啊送咱一首诗啊，她也不会送咱任何东西。这个呢反正是哎算了哈，咱在这个也不整了，是吧？咱这个就当漏了就漏了吧啊，确实这个啊有关任妹子的这个事啊一说啊它就太多了啊，而且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呵呵啊，怕大家这个觉得乱七八糟的，对吧？啊，咱就不管他了。啊，咱继续呢练咱的这个内功，因为马上呢确实是就要这个出发这个试卷了，而且是出发一个非常重要的试卷。啊，那咱们这几回合呢就这么点练吧。啊，确实非常郁闷啊，本来咱这个全后宫想达成了，结果意外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果然发生这个试卷了，就是他让这个咱师傅让咱给烧个东西给这个方丈啊。啊，这次倒是挺好啊，就叫咱一个人去了。哎，我们先 save 一下啊，另外呢把这个酒啊喝满。哎，这茶啊，茶酒就在这儿啊，喝吧。啊，好，这是基本上再喝点，喝到咱这个微醉吧。一会儿可能这个不是一会儿肯定要打仗啊。啊，有点恍惚了已经啊，来吧。他说有魔教人啊闯入他们这个本寺了啊，这在全世界背啊。我说我这是我们师傅的命令啊，带来这个一个东西要给你们的这个方丈啊，啊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说呢现在他就在那儿戒备啊，他就在寺里，你自己去找吧。啊，我们走。哎，这时候突然有说话的声音啊，说教主到底被关到哪里啊？他说他刚才还听到有长老命令打劈这个寺僧啊，这个守住护山啊，应该就在那儿。说诸位和尚来问一下吧。哎，突然来了两个人，他说是你，他东方孟子。我说是你们，我说原来是你们啊，这个闯这个少林寺了。他说这事和你没关。
我想你们是来救这个天王的吧？啊，不错。这时候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自愿帮忙带路啊，一个是大呼找人来阻止啊。这个我们先稍等，还是 save 一下吧。哎，好回来了啊！怎么傻了？这个是现在 save 什么劲啊？我刚才已经存过档了啊。这两个路线呢，这个我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。为什么我要存一下档？因为这两个决定了咱现在的这个路线啊。如果说上面这个呢，咱就可以进这个天王路线啊；下面这个呢，咱还是走咱的这个老路线，走咱的正派路线。所以说呢，咱还是老样子啊，先这个叫大家来阻止吧。虽然这个。挺不仗义的啊，那挺不仗义的啊，那咱这也是干了把不仗义的活儿。来吧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乐团现在是闹分解了，我们三个苍青四国这个乐团嘞，现在我们这个主唱要单飞了，不跟他们混了。这个家伙很恨我啊，拿过来扇我。这个和尚发招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很好笑啊。啊招！啊，大家自己听听是吧？再给大家叫一个。啊，这个也叫啊，这个叫。很逗啊，很逗。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，你们喊的？哎，我们还是这个队伍忘了啊，这个玩剑啊，咱是得玩剑啊。说这几把剑哪把剑攻击力高？啊，这还找机会就练剑嘛，要不后面的话这个地方练剑能练死咱啊！这现在趁能早练早练。对，我一听他一发招，我就觉得老搞笑了啊！说你们能不能正常点啊？这人头都没抢到啊，太不像样了！啊，咱这不仗义了一把啊，这个果断把这个同伙给卖了啊，但是他们跑了啊，不用担心啊，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影响的地方啊。啊，这发现哎呀，怎么都躺在地上了，这些人啊，这都被干条了啊，这都条了啊，应该是往这儿走啊，我记得后山吧，咱往后山走，这死了不少和尚啊。啊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啊！干掉这些大光头。啊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谁啊？啊，这个就是天王。这时候，这个我们说，施主真的要走吗？他说不次啊，不错啊，这次谁也无法阻拦我。啊，说你没有悔改之心呢？他说他问心无愧啊，何须悔改？啊，他们要开战了啊，这没难的事儿。这就是这个。传说中的武林第一高手啊，当然这是以前的啊，现在的是咱了已经。这个地方没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和尚会被打输啊，应该是和尚会输。啊，主要是我没出手，我出手的话，他们三个人都是个。大家看到这个天王还是很猛的啊，基本上打他这个不掉血。这就是什么？这个乐队的主唱走了以后，他们又找回了这个原主唱啊，原主唱。哎，说是看到这个天王，让我想起那个谁了啊，这个甘道夫啊，啊，最近也是这个晚上，这个特别是前几天这个晚上看球的时候，之前啊这个等无聊啊，哎，我就把这个《指环王》一二三全看完了，看着挺带劲的啊。啊，其实我觉得剧情呢还行吧。啊，关键是画面确实好啊，这个设定的这些东西都不错啊，很难想象那是那个时候能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啊。剧情方面呢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惊艳之处啊，倒不是说不好啊，另外也是运气，就是看他们说这个书啊写得很好，电影呢只能拍出一部分啊，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讲得不太明白那种感觉。而且另外就是我现在看这个电影也就喜欢些什么样的，就喜欢些那样是费脑子的绕来绕去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，就是那样，就是让人有点这个，哎，看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哎呀，原来这个开头是这么个一事啊，这有点这么感觉的电影我比较喜欢。像是什么这个蝴蝶效应啦，是吧，这个禁闭岛啦，这个什么盗墓空间啦，是吧，这个恐怖游轮啦，这等等等等啊，就这样的先啊，其他的电影我也是没大有什么兴趣。哎，好哎，他们这时候打完了，都唰就飞了啊！我说我得追啊！啊，这他们不让追，
他说没用的啊。啊，他说啊，你该知道20年前啊，武林曾和这个西域魔教发生一场激战吧？他说这个魔教教主啊，当时就是围困在这个黄山天都峰啊，死伤无数，好不容易才将他击毙了。他说事实上并没有将他击毙啊，就是刚才的那个人啊，本来希望他这个痛改前非的，想不到他还是这个样。啊，其实这个咱要走天王路线的话，就发现啊，其实他也不是说这个坏人啊，这就属于什么人生观的理念不同。咱有机会呢就玩玩天王路线啊，给大家整整啊，看一看。哎，行，咱们现在也回来了。回来呢，咱就要最后呢，在这个谷里再干再玩个几天啊，咱就彻底的要进入大地图了。所以说最后的这个时间呢，非常的随意啊。咱比较可惜的就是鉴定没达到100啊，没能得到那个称号，而且没这个鉴定100的话，会提升咱武器的威力啊。确实这个比较可惜啊，咱估计也是提升不到了，也是跟大家说一声吧。如果说你们玩的时候呢，可以注意点有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啊。像我这次就是没到100，就是因为细节没注意啊。鉴定那些宝具的东西，最后咱是最后鉴定，先买东西啊，再鉴定啊，那就一般是没问题的。我这是自己玩瞎了啊，也是跟大家说一声吧。啊，这个再说一遍啊，咱玩这个游戏很菜啊，啊，这个大家不要喷我啊。哎，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还是玩玩内功啊。把我们这个赶快把我们的葵花宝典给整上啊！完了啊，最后一回合了，正好开始吧。我说师兄们可真勤劳，一大早就在练武啊，我也去看看吧。他说师弟啊，你怎么会跟那个叛徒在一块啊？难道你忘了师傅是怎么交代了吗？啊，他不说话啊。这时候这个人师弟啊，就是师傅的师弟啊，玄明子是吧？他说哎，你怎么一开口就拿师傅来压人啊？做师弟的啊，不过是晚几天拜师，就得每次看师兄的脸色吗？我说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，是吧？啊，其实这个家伙有点挑拨这个师兄弟的关系啊。那大师兄的人品还是非常稳的啊。他说怎么师傅压不了人，师傅压不了人就该谈起感情了啊。他说不过说到底啊，师兄弟的感情还是比不上你与那华山小姑娘的感情吧？啊，说就是这个曹姑娘啊。他说当然更对不了这个更比不上你对掌门之位的感情了啊。他说住口。啊，你看这个家伙就非常贱啊，非常贱。啊，有本事你咬我呀！啊，咱就果断咬他一口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哎，这太让我难咬的啊！”你看啊，他果然也是被挑拨了。说不错啊，我不过就是晚了几天被人削骨啊，可是我是师父一手带大的啊，这些年来哪些行侠仗义的事啊，于剑士缺了我啊，可是江湖上却只流传着你的名字啊，他这个都是个帮忙的。他说还有啊，你明知道我对曹姑娘有感觉啊，有意思啊，你却匆匆作梗。啊，利用这个我替你打下的这个名声啊，啊，夺取对他的好感。啊，我说你这个玄明子啊，你到底对我师弟都讲了些什么啊？啊，洗脑的给他。啊，废话少说啊，今天我便让你知道啊，论武功他是不会输你的。啊，他俩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一早上就发现这个师兄弟闹矛盾了。其实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这个荆棘的背叛啊。如果咱玩这个反派路线的话，他就跟着荆棘走了。大概剧情呢，就是咱跟着荆棘走，就开始这个围困天下不乱造事呗啊，各种造不好的事。然后呢，这个才最后呢，再把所有坏人都灭掉啊，就唯我独尊了。那个剧情其实也挺棒的啊。他说：“师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离开这个逍遥谷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啊？”你这个，他我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，这个他说啊，你师父在那儿只会教你些这个杂技啊，不行啊。你这要跟咱混啊，跟我们上道上混啊。这会儿呢，咱整不了啊，因为咱这个好像是条件没完成啊，这个所以整不了啊。这个家伙呢是玩毒的，哎呦，我这上来就中毒了啊。当然咱是不虚毒了，那继续整吧。你让我中毒，我也不能让你好处。不过他挺厉害了，他一招就把我给打成黑血啊，就是深绿色了。你看我现在才把它打成颜色，他一招就我这，哎，好像还是我弱呀。他现在就中了，是吧？你看他这个血比我还黑，中毒中的厉害了啊！我们得整荆棘两下。那刚才大家也看到了，触发了那个乾坤挪移啊，乾坤挪移，就是反击一下啊。哎，好，这个人血也叫我给整黑了啊，两个就不上了。其实我这倒不是觉得这个毒有什么好啊，纯属就是为了练练剑法。
看这俩人合伙打我还挺疼的啊。就会猥琐啊，在这不停的输出啊，我们还是换个装备吧。先解个毒吧。反正那个使毒的老家伙已经死了啊，咱二师兄呢虽然是跟着邪派了，但是至少还是比较仗义的，不会使毒。啊，咱们也是弄出好的医院，让大家都消消气儿嘛。好吧，弹死了啊。啊，这会儿他就没气儿了啊，他叫我弹死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好啊，你有本事你就留在这儿吧啊，我们走，我们去天龙教。”啊，说不好了，小轩轩。他说啊，这个师傅啊，知道我们师兄弟吵架了，而且经济跟着这个玄冥走了以后啊，气的这个病复发，旧病复发了。他说啊，这时候音乐一换啊，变成个很沉重的音乐，说你们安静挺好。啊，师傅有事要交代啊。说你们呢都是为师最疼爱的弟子啊，为师一直希望你们呢能这个成为正直的青年，即使武功不是最强，也能受武林尊敬。因此呢，平时难免啊对你们严格了一些，但都是为了你们好啊。可是这个荆棘却不能了解，啊，这话说出来以后，就是这话呢，其实不光是师傅来说啊，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父母呢，其实可能多少也有一些这样的啊，啊，就是父母有时候对我们很严格啊，或者是觉得怎么怎么地，老婆们这个是吧，有这个不对的地方啊，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好啊。啊，这话说的也是让人感觉很诚恳啊，非常的这个感人。他也说啊，你师弟啊本性不坏啊，只是有些事情想不开啊，加上师叔啊这个下山洞啊，他就这个不上道了。他说啊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去了天龙教了啊，这个他跟这个天龙教的这个龙王呢走得很近。他说如今的办法呢，只有赶快通知武林各派啊，告诉他们天龙教的意图，并这个想吞并武林的这个野心啊，阻止荆棘他们再错下去。你们现在马上就下山啊，在一个月内呢寻求各派的支持啊，看看能不能在9月初9呢这个整一个这个武林大会。我说那师傅你怎么办啊，他说有老胡照顾他就可以了啊，事不宜迟，你们立刻出发啊。我说你们多保重，我们出发了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终于来到这个大地图啊。好，我们先这个存下档，然后呢再喝口酒啊，这是师傅这运功疗伤了啊。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比较忙碌了，又开始进入一个紧凑的这个时间段了。而且呢我这个说实在的，凭着记忆玩啊有可能有点难，有些地方因为我要打出一个比较这个好的这个路线的话啊，这个地方确实是特别是前几天啊非常讲究。首先呢，我记没错的话，应该咱是先去少林啊，先要往少林跑，而且呢要经常的这个存档啊，一旦是出现了意外情况啊，咱就要读档。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，我确实是很久没玩了，对这个大地图啊位置不是很明确，所以说咱一会儿跑路要跑错的话，我还得读档。好，我先 save 一下啊，咱现在到大地图了啊，大家看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样，它是个大头娃娃，这个应该是洛阳城啊，咱先不急，咱去少林。有几个门派是必须要整的啊，首先是这个少林派。我说虚真小师傅啊，不知道掌门在不在啊，他说现在呢恐怕不方便见客啊。哎呀，他说他们这儿又丢经书了，真是你们弄些经书能不能好好保护啊。啊，又说啊，是他那个师弟啊，就叫什么来啊，没看见啊，反正就是那个之前老揍咱那个秃驴啊，就那个货啊，就那个货他把这个书给偷走了啊。去找啊，这事儿我们得帮忙。要不帮忙的话，少林派是不会参加这个武林大会的啊。必须这几个正派的这个大派啊都必须到啊，其他的呢有的是可到可不到啊，但是最好是都到。啊，走吧。他就是这个策快那个小弟啊，是这个小和尚说居然把这个事啊这个告诉到外面去了。他说啊，都怪他啊，没带好好带着他，这个是他弟弟啊，替魔道了这个人。他说现在也是在这找他啊，说一有消息就把他捉回来。哎，我说这个我也会帮忙的。我看啊，掌门人呢？掌门人在哪？是不是在这个大殿里啊？大官啊，就这个老和尚。啊，我说晚辈参见你啊，就拜见一下这个前辈。他说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呢。哎，我说最近魔道太猖狂了，我们得整个这个班啊，整他。
啊，我说要整个武林大会啊，9月初9在华山上。啊，他这个还是说他有事啊。我说难道是关于这个经书的事啊？他说哎呀，没想到这种事就传出去了啊。我说方丈严重了，这事我们俩知道啊，不跟别人说。啊，我原来还是被偷的经书有2本啊。啊，一个是这个般若心经啊，一个是这个楞伽经啊，应该是没念错吧，啊，我忘了，应该是没错。啊，其实这两本经书呢是被不同的两人偷了，一个前面那个经啊就是那个大和尚的弟弟啊，另一个呢经书就是被那个我记得是坏和尚，就是那个外头来的那个和尚就老出来那个啊，他们是专门偷经书的啊。哎，你们这少林寺真是啊老被偷。啊，行，咱现在呢已经通知到了啊，咱现在就是要帮助他把那个经书给整回来啊，一共2本。但是呢现在是不能整啊，现在这个还有别的事儿。哎，说实在我有点记不清了，过会可能还得这个重新翻一翻啊，因为我怕一不小心就玩不好。确实这个地方呢还是很有难度系数的啊，很有难度系数的。得，我们现在呢再去找那个往这边，不是武当派啊，是吧？应该是先往武当派的。我看啊，是往哪边走啊？这是我还存个档啊，省了跑错路浪费时间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完了，感觉错了啊，这个不是啊，我们读档了。哎，这个啊。哎，说实在，我对这些大字数我都快记不清了。这以前是这个吗？啊，好像是这个能过去吗？这什么门派？哎，我擦，这是这个小村庄吗？这看来也不是个那个我要参加去的门派啊，应该是去青城派还是先去武当派啊？这确实有点蒙圈了啊，这那大家不好意思啊，啊不要紧啊，咱这个都啊，这就这个才是。哎，终于找武当了啊！这个啊，这也是一个必须参加的大门派啊！哎，他说欢迎这个少侠莅临门派啊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说特来拜见掌门。哎，他说他们这个卓掌门啊，现在生病了啊。我说是关于召开武林大会的事啊。我说最近啊，还是说这个魔教太猖狂了啊。我说大家都应该参加。哎，我说天山派也应该去啊，他突然提到这个天山派的事啊。他说但是啊，他说只要有天山派他就不去。他说你知道掌门为何会这个卧病在床吗？啊，我说怎么了啊？他说就是这个何卫风啊下了毒。我说前辈啊，就是我说前辈啊，这个事你得有证据啊，不能瞎说啊。他说肯定是他干的啊。我说为什么要毒害呢？他说上一代的恩怨啊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，那还是因为就是那个卓掌门之前的风流事啊。哎，我说我懂点医术，我给他整整啊，我给他整整把脉啊。我一看，哎呀，我说恭喜啊，我说怀孕了，呵呵，我说有喜啊，我说卓掌门，那直接给我乱棍打出去。我说他这个可以解啊，但是很难解啊。啊，我说怀疑呢是这个怪医啊，就是教咱读的那个人啊。这个师弟啊就认准了是那个人干的吧。我说这个毒啊，我说得3种材料啊，一种是这个金翅鸟血，还有这个火凤凰啊，还有第三样则是这个罕见的怪鲶鱼啊。他说去买啊。我说你这个就不懂了，我说这个肯定买不着啊，能买得着的话我也不用我站这儿了，对吧？他说你说那个火凤凰啊，据他所知是一种花的名字，但是其他两个就不清楚了啊。我说啊，这回去我问这个花翁啊，也许他会知道。我说二位前辈啊，我得赶快去动身去找这些药材了啊。主要是好，那我先 save 一下啊，这个存个档。那么我也是暂停一下，我稍微的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流程啊。那么大家稍等啊，回来了啊。我这简单看了一下啊，发现和我记得没有啊，没大错啊，还行我啊，还记得。那么我们接着现在呢，就是要回逍遥谷啊，去找那个花翁，向他了解一下这3种解药的这个问题啊。啊，其实主要是向他去了解这个火凤凰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流程呢，我其实还有点印象，关键印象没有的是啥呢？没有的是这些这个地方都在哪个地方，我记不住了啊。这走冤枉路的话呢，就浪费时间了。
但是我们先回小谷。我记得花翁呢，应该是在哪儿蹲着来。反正这几个货是回来了啊。咱说实在，咱还有个可惜，就是咱没学到那个天龙八部功啊。这个天龙八部功啊，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拼图啊，拼完图以后他会回来啊。啊，这个谁这么帅啊？这个是个下棋的。哎呦，咱终于见到这个下棋的这个立体图了啊！哎，话说这个花翁在哪里啊？这迷路了吗？说咱在谷里待了这个5年了，也没怎么在谷里走，是往上面走吗？啊？这琴弦还在这儿这个弹呢，完了啊，走错了啊，哎，真郁闷啊，这个确实是，咱虽然在谷里5年，但是基本上就没在谷里走过啊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人在哪？我记得应该是可以往上走啊，这怎么不能往上走了？啊，这是这个醉老头啊，这是咱教咱醉棍的师傅啊，我还在这儿啊，对对对嘛，我就记得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往上走的啊，哎，挺费事儿的啊，这个，哎，找到他了，哎，就是这个死胖子啊，哎呀呀呀，哎，我说啊，你听说过火凤凰这个花吗？啊，他说他不仅听过，而且还看过一次。我说哪里能得到呢？他说这个你可知道剑圣吗？啊，我说知道呀，啊，剑圣，啊，不就是会疾风步那个是不是？啊，他说当年这个剑圣啊，他说他赢了这个论华山论剑后啊，就跑到这个地方，就专门的去这个种花去了。啊，就是这个高手都这样，在这个自己的这个领域里边变得已经天下无敌了以后吧，他就不愿意再去这个在这个武学上个搞了，他就去搞别的了。这时候他说啊，你去找他要吧，但是你自己多服吧。啊，这意思啊，就看来是想得到手啊，肯定是。啊，不容易，肯定得费事儿。那好，咱现在去找这个剑圣啊，他在这个剑炉里。啊，这个小老头儿啊，他们都说去照顾我们师傅啊。你看，这都是咱师傅的好基友啊。哎，你说这个下山的这么曲里拐弯的这个绕啊。好吧，啊，这是我们往下跑啊！我记得，哎，先存一下档，省了我又跑歪歪了啊！我记得是在这个成都那块的啊，又啊，挺远啊，在个边上，然后还得绕过去啊，非常费事儿。啊，我先走一遍，万一这个绕路远路了，咱就阻挡呗，咱找了以后再往这奔。啊，我感觉我现在就已经在这绕远路了啊！啊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我确实是忘了啊。没事，我们找着啊，再是刷，先找成都啊。我这个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成都吧？这杭州还是成都？我们进去看看。没事，一会儿我们堵一下档。啊，完了，这是杭州。那行吧，那我这样吧，我先这轱辘结了吧啊，省着大家看我找啊，着急。那么大家稍等。哎，好啊，我也是找着了啊。这个原来就是成都啊，就是在这个左面这个偏下一点这个位置啊，然后从它上面绕过来就行了啊。走到那儿我就认识了。啊，这个人呢就是剑圣啊，但是我们先要存档。啊，他说何方小子啊，敢闯他的这个剑炉？啊，我说我想这个求见一位剑圣。啊，他说以前是剑圣啊，现在是化仙了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啊，这个家伙这个发型挺帅啊。他说不准你再提剑圣了啊，这个我说啊是化仙前辈。我要求一个东西啊，我说求火凤凰啊。他说你可知道我花了30年的时间啊，才将这个火凤凰啊栽植成功。凭你一句话我就给你了啊！你真是太天真了，年轻人。啊，我说我要火凤凰啊，是为了救武当派的掌门人啊！啊，他说他远离这个江湖啊，就远离这个啊这个山就隐居山林啊，就是为了远离江湖啊。所以说他现在事除了花没别的了。我说想不到啊，自称爱花的人啊，竟然会说成这种话来。啊，我们开始嘲讽他了啊，过来嘲讽。
我说花之所以美丽啊，是在于它本身所蕴含的生命的意义啊。这是台，你果然用这招，他就会很好奇啊。这是我们只要发挥我们这个嘴遁啊，说的越玄乎越好啊。我说一朵花如果只是用来看啊，那就是这个太可惜了，对吧？啊，我说我要将它这个内在发挥出来啊。这时候这个剑圣说：“哎呀，没看出年纪轻轻啊，对花还竟能有如此的体会啊，那必须的是吧？啊，不胡说啊，这个也不行。”他说：“看啊，你对花很了解，啊，光说不练假把戏啊，假把戏啊，是吧？你有本事你整整。”他说：“你旁边他旁边这有束花啊，说你只要能把它养活了，他就把这个花凤凰让咱带走。那么咱再 save 一下啊，这是非常关键。就这个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这个辰时然后是未时啊，都要来种啊，一定要种的快啊，而且是不能出问题啊，出问题再去独挡。这个我看这个样应该是浇水吧啊，好，没什么别的问题吧。”啊，我仔细再看啊，应该没问题啊。啊，这个花，这是花本来的样子啊，咱记一下啊，大概是这个样。呀，说在咱这个这次行动有点晚了，那么咱再种一下啊，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啊，这样也行吧，连续种啊，这个除虫。花的颜色，哎，忘了有没有变暗了啊？完了，我刚忘读档了，是我存档了是不是？啊，存了没有？啊，没有啊，这个还好，对了啊。啊，好，那么咱现在呢，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说的话是还可以去一下刀剑门的啊，去一下这个成都的刀剑门。但是呢，我就怕去成都刀剑门来不及啊，咱试试能不能跑去。咱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，快，冲进去，只要冲进去就 OK。好，哎，我们成功的杀入了内部啊，我们先去找这个刀剑门。就是要这个抓紧的这一分一秒的时间啊，这个不能拖沓啊。当然，不是说拖沓了你就玩不出这个好结局了，只是这个，你就，哎，完了，我怎么绕这儿来了？啊，只是你这个，玩不出最完美的那种了啊。咱还是尽量能好玩好，那就玩好。虽然咱这是娱乐视频啊，但是能玩好还是玩好的吧。哎，我说你爹在吗？啊，我是专门来找他的。他说来的不巧啊，他说他们两派合并了以后啊，他们现在正在练这个刀剑合并啊。他说事情这样的啊，他爹这个进入这个凌云窟啊之前有交代啊，让他加紧训练本派的人，并且啊这个为了让他能和西门师叔啊潜心研究啊，各门派的人还不得进入。他说但是啊，就像我这样的人啊就可以进去了啊。我也要通报一个事，就是说这个魔教啊要来攻打他们了啊，这个他也说了啊，会在这个8月25日之前啊，就是这个让他们换上这个他们这个天龙教的气啊，要不然的话就灭他们啊。所以说咱要抓紧时间。好，那么我们赶快再 save 一下啊，再跑出去啊。其实呢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唐门啊，好歹人家也算是这个武林中的派别之一啊，但是他确实不是什么好派别啊。咱要不意思还是去找他一下吧。反正咱是事儿都办到了，具体你是跟谁混的，就是不是咱的问题了啊。省得是你觉得是叫咱抛弃了似的啊。好，他知道了，我们再跟冠希哥打个招呼啊，他不说话啊，他斜冷眼鄙视咱啊。你等着啊，将来肯定还有机会再抽他的啊。啊，这种人就是抽的越多越爽啊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咱得赶快。哎呀，过几天了，快啊，咱这时候要快。哎呦，咱怎么从跑这儿里面去了啊？又跑到人家芙蓉妹子家了啊！希望能来得及啊，来得及这个往那个谁那儿赶啊，往那个剑圣那儿赶啊。我们因为这个看啊，啊陈师呢要赶快弄次花，如果说来不及的话，咱就独挡啊，独挡咱就不去找唐门了啊。咱一定要这个够快。快啊！好，我们先进来看看时间是多少。哎，好，赶上了，那存个档。啊，再存一个啊，这个，来吧，啊，这个是除虫，应该没别的了吧？好啊，又对了，啊，我们再存一下档。我记得只要是连续多少次，这个连续它就会成功了啊。哎呀，咱现在该干什么了？啊，我想想啊，
那好像是应该是，哎，那个乐山大佛好像就在这儿是吧？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还是先看一下吧，大家稍等。啊，回来了啊，这个我也想想啊，就是往这儿走，啊，就这就是这个乐山嘛，咱要从这儿上去啊，实际上这边还要坐个船。啊，一上来呢就看这个峨眉派的人了，和这什么派的了啊？八卦门是吧？还是什么门啊？忘了啊，反正不是个好门派。啊，就这个老家伙啊，哎，这个老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：“好一个硬骨子的峨眉老尼姑啊，我就先成全你啊！你这个老头你要干什么？你连尼姑都不放过吗？啊，果然是老淫贼啊！”啊，这是这个假话说：“爹啊，是小谷的东方未明啊，他又要来揍咱了啊，咱快跑吧！”看他又来了啊！啊，又跟我们打，简直就是开玩笑啊！啊，我们来吧。等起啊！弹个 music。啊，这第二人这是儿，这是个男的女的不知道啊。我们看一眼啊，男的，这可能是个跟班吧啊，反正不是很厉害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是练剑啊，这个千万不能忘了这个事啊。现在能练赶快练啊，能练就找机会练。哦，咱这个动作好像变帅了，大家看没有？转一圈啊，转一圈。之前咱就上去这么跳起来砍一下，现在是转一圈。啊，明显这个动作难度系数高了。啊，催眠剑不行啊，咋还没晕 啊？你看他们这个轻功太弱了，简直就是有点打酱油。兄弟，啊，剑法已经24了，哎，定住了。这个武器单挑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厉害啊，确实配合上这个左右开弓一起打两下的话，这个晕的概率太高了。晕出以后基本上就是被揍的命了。这家伙估计真是彻底打酱油了，挂了。这没造成任何 DPS 啊，就牺牲了。哎，这个没晕啊，运气不错。啊，我说他运气不错，不是我运气不错啊。哎，你看反击，这个是不是就有点浪费时间啊？得先出个字儿，啊，耍个酷，就感觉好像喊一下名字啊。哎，这个家伙真是人品不错啊，这个估计。臭小子啊，算你厉害啊，下回别再让我遇到了啊，不然一定不放给我啊。这反派都愿意说下这样的话啊，啊，遇上我还不是还在让我揍吗？啊，就是他说多谢少侠大舅啊，他说老尼感激不尽。他我们这时候微微一笑啊，有钱吗？没钱的话就啊，没钱的话就走呗，还能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哎，你说这两个人长得啊。啊，就是说尼姑可以结婚吗？他说他们出家人当然是不行了。果然是八卦门，他这个有想法啊，全是找尼姑提亲啊。啊，可能不过也可能是挑事啊，挑事。啊，要不就是他们八卦门确实口味都挺重的啊。啊，我们也是跟他说了这个华山大武林大会的事啊，他们也说他们到时候肯定参加。那好，那么咱们往里走。啊，这还有个人，啊，这个人不过是个小角色啊，咱不管他。那我们往这儿走。哎，完了，下不去了。哎，这就是这个窗户化的悲剧啊！因为你的鼠标呢，到边上的时候，它就自动跑到这个窗户外面了，你就这个没法控制它了。好啊，我们又到了这里。这时候啊，这有个人，这个伙计啊，这个我们要坐船。但是他说他现在没心情这个整船了，他说他再交不出红礼了就完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说你不知道啊，说最近啊这个皇上啊就是想吃红礼了啊，为了巴结他们，就命令他们一个人要交出20条啊，否则就要砍头啊。他说上哪弄呢啊，啊，就是我说我这有20条给你了呗啊，这其实够贵的，这20条红礼值不少钱了啊。
啊，但是我们终于来了这个大佛这儿了啊。啊，我们要去那个什么什么窟，啊，凌云窟。啊，我还看一下时间啊，啊，还是辰时，那没问题。啊，咱就是反正未时之前啊，一定要跑出去完成这个事儿。啊，好，看来一帮人在这围攻这俩人啊，这一帮人啊在这打这俩人啊，就是也不用我介绍了吧，咱的老朋友啊，唐伯虎啊，唐伯虎的这个和他的书童华安啊。哎，我胡猜的啊，肯定不叫这个名字。就是我过来了，我说你们这些这个盗贼啊，说大白天的就抢劫啊，啊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肥肉送上来了，我这就当时就蒙圈了啊，他们认不认识我了吗？啊，你说你们这几个哥们哪个人没被我抽过吧？这个我记得叫什么焦雪是不是？这个旋风哥啊，还有这个旋风哥的这个伙伴啊，这个应该也是个。反正都这事咱肯定都抽过了啊，绝对是都抽过了啊。这事看见我们这师兄弟俩不敢跑路，还说又送上菜了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反击啊，掉了这个血啊，简直看不清啊，看不清。这家伙又被我定在这儿了。说实在，要不是我练剑的话，他们站在那么一块起来，站在那么一块的地方，我早就换棍子撑他们了。那但是现在呢，这确实没办法，必须练啊！因为我现在不练的话，过会儿也得练。就是我们就只能这个忍一忍了啊，先用剑慢慢的削他们吧。而且还行吧，毕竟一次削两次啊。啊，毕竟大家也说用棍什么的太赖了啊。我就怕我不用棍了，你们就说这样太。啊，太弱了啊！啊，这个也削死了两刀。咱师兄其实打的这个血量还可以啊，毕竟他只打一下啊，他打两下的话应该是挺活的感觉。反正这个游戏里边我就没见了几个打人特别疼的人啊，都是不怎么疼啊，就反正就是你打我也不疼，我打你也不疼，然后大家一块这个都不疼，看看就像就是被人磨死就是了、啊。除了咱以外，这个打人一下下那么多血以外，基本上没打有人打人特别疼。好，给他们救了啊！你看，我说堂兄啊，保重啊！这个我们已经这个跟他混上兄弟的关系了啊！啊，他呢送我把扇子啊，就是亲笔签名的一把扇子、啊。其实我身上已经有他的这个真迹了，就是那把雨伞，他现在又送了一把扇子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再往这个凌云窟走啊。啊，这时候呢又看到这几个伙计了啊，这几个伙计也要揍啊，就是这个坏和尚。啊，你看，二话不说就开战啊，我们先休息会儿，啊，补补我们那个内力啊，我们这个内力不多了。哎，得，那么我这轱辘给大家掐了吧，也不给大家播了啊，那么大家稍等。哎，好啊，回来了，那个我们打完了啊，就是把他们给干掉了。干掉以后呢，他们提到一个经书啊，就是提到了一个这个经书啊，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楞伽经啊，是吧？这时候呢，这有个箱子，我们打开它，哎，我点我自己身上了，里面有这个三颗，这是三顺丹两颗，然后还有这个有用的肚兜啊，这三个人，这个是真是太惨了啊，还有死老鼠三个啊，还有一把铲子，还有一盒这个龙井茶。啊，其实呢，这几样东西呢，就是暗示了这个那本经书到底在哪里啊？咱这个到时候再说啊，咱先去干别的，咱先去找，还是先去找出刀剑门啊？啊，我们来到这个凌云窟。自从上次那个事件以后啊，那两个家伙还一直在这个山窟这个窟里啊，一直搞基，就是想练出这个刀剑合并啊。想想他两个人，一个人是吧舞剑，一个人玩刀啊，两个人
通力合这个合作啊。我说你是何人啊？到我刀剑门禁地干嘛？我说两位前辈啊，我说是我呀。啊，说半年多那前啊，让他们俩发现那个祖师爷这个遗训的小兄弟啊。我说正是我。他说不知道这次来有什么事啊？我说来这通报两件事啊，一个是武林大会呢将于9月初9在华山召开啊，请两位前辈呢共同参与。啊，他说这个啊，这个必须去啊，肯定会去。那么第二个呢？我说第二个就是，他说啊，这个天龙教人啊，分别到你们天剑门啊，这个绝刀门放话了啊，你们门派要是8月25之前呢，不肯归降这个天龙教啊，就格杀勿论了啊。他说这真是可恶啊，说要拼个输赢。啊，我说这是怎么叫人西门师弟啊？哈，这太张狂了吧？这师弟应该也是那个谁叫的啊？啊，但是我怎么叫西门师弟啊？这太过分了啊！啊，我说你们也别急啊，我说你们还是先练练招吧啊，先把你们这个刀剑合并啊练出来，啊，到时候你们就厉害了啊，啊，我们再修一下。这时候呢，大家可以跟他说过我招啊，这个，不过我现在呢是应该是，哎，对，我直接选这个跟他们过招会怎么样？他们应该说这个未学过刀法，哎，果然是啊，这个未学过刀法。我现在呢就还得再学个刀法，学个刀法怎么整呢？咱就先不急了啊，等着他回那个逍遥谷的时候找咱师傅学啊，学逍遥刀法。啊，那么咱现在呢就往回跑。现在我看时间是多少啊？现在离这个卫士还早，咱们要这个去这个青城派啊。青城派就是那个什么，往这儿走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我们和那个掌门连伙啊，是吧？嫁祸他师弟那个派别啊，就是什么青霞子啊，青霞子。来，往这边走。哎，然后再绕。哎呦，这个地方还真是够绕的啊！哎，得，我们出发。啊，这个船夫啊，也是不收咱钱了，肯定的啊。咱现在也是他的这个救命恩人了，以后肯定是免费的这个带咱走。话说青城派是在哪个地方呢？我怎么突然又忘了呢？啊，没事，出去咱找找就知道了啊，找找就说，应该是离着这儿不会太远啊。好啊，我们先这个保存一下啊，省得咱走错了。看这个青城派啊，青城派，我看是先去青城派呢，还是先去成都找那个谁啊？找妹子啊？在这儿，这样那我们先，哎，我感觉这样走是不是有点浪费路程？咱还是先去那个什么吧，咱去成都吧，这样节约时间。我就怕这个卫士咱赶不回来这个剑炉了啊。就是咱还是一定要这个，其实也差不多啊。咱往回建楼赶，肯定要路过成都啊，都一样。哎，反正那就没什么区别啊，咱先进去吧。啊，我们先去找这个纪文啊。啊，为什么找他呢？因为我们要向他了解一下这个叫什么啊，金翅鸟是吧？啊，金翅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乞丐已经没了啊，乞丐居然不躺在那儿了啊！不过想想也过了好几年了，要还躺在这儿的话都烂了啊！这说明这个游戏还是设计的很细腻的嘛啊！居然还是想到了人家这个乞丐的问题啊！他说树王庄啊，乃私人土地，外人不得进入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东方公子是你啊！”我说：“啊，季姑娘好久不见了啊！”这应该是他爹啊，这是义父啊。这位就是常跟你提起的一个东方公子啊，这是他义父，是王庄的青山万庄主啊。他说这个文儿常年提起你啊，说不知闲职啊，你今天有啥事呢？啊，我说没啥事啊，我说路过此地啊，顺便来拜访一下他啊。你看他都会说是吧，明明他是有事的啊。这个人你看火了，没事就别来啊，你到王庄是参观的用的。然后凯哥啊，明显这个凯哥对他这个妹妹有兴趣啊，但是你实在这个长相实在是太不像样了啊。
说爹啊，这个文秘常说啊，这公子啊人多好，武功多高啊，我就不服气啊，我们来比划比划。好，比划比划，我们正好展现一下我们的实力啊。但是他不让，就是我问这个万庄主，我说你听过这个金石鸟吗？啊，他说他听过这个啊，说这个有人在这个天山之巅看过啊，有人也曾经在这个北雪地里见过。他说另外他的家父也说过啊，其实沙漠呢才是他的这个故乡啊，而且说呢非常大，而且这个也非常硬啊。他说这个人多了不行啊，反而还得人少才行。他说一般的弓箭呢也抓不到他啊，必须整个厉害的这个射雕弓啊。这时候这个锦文妹子说魏明啊，是吧，我跟你去找啊。啊，这时候他加入咱了，这时候呢咱现在也是身上带着队伍壮大了啊。这时候这两个人进去了啊，说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这个小凯啊这是不开心，他哼啊，妹子叫咱带走了。啊，走。这时候呢我们再去这个青铜派。青铜派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应该是我记得是会直接答应啊，因为毕竟咱是这个他们这个掌门人的这个这算什么，咱算他恩人啊，恩人。哎呀呀，走吧走吧。好，我们回来。哎呀，完了，这不是青铜派啊，这是武当派啊，这黄了。哎呀呀呀，那稍等吧啊，我这读下档，大家稍等啊。然后回来了，我的同志们啊，我真是蠢的啊，又蠢了啊。你看这个青铜派就在这儿，呵呵，就在这个成都的正上方啊，我这还往下跑了啊。行，我已经猜到了啊，刚才弹幕里边肯定这个啊山呼海啸的，哎，着急了啊，你们着急吧啊，这个啊无所谓了啊，无所谓了。啊，反正是咱都早就这个习惯了是吧，比这蠢的事有的是啊。啊，根本不在乎这一个是吧，啊，大男人就是要这个啊屌啊，就是不怕蠢。哎，行啊，咱现在跟这个见了这个青春派掌门了啊。啊，也是跟他说这个武林大会的事啊，他也是直接答应咱了，管也是没什么啊，没啥好说的。啊，另外呢，刚才我好像是触发了一个 bug 啊，就是我重新这个读档的时候啊，就是好像触发了这个祭文的 bug 啊，就是弄好几个祭文可以啊，我现在队伍里应该可能是有两个这个祭文姑娘啊。到时候看来是不是啊，有时候打仗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啊，具体是怎么发生了，就是这个我进去的时候手点快了啊，还没就是跟发生那个自动交谈就先点了那个祭文了，这样的话他会说加入我的队伍，然后对话完以后他又会加入我一遍啊，可能会这个应该是有这个效果啊。啊，那么好，我看一下时间啊，现在是这个未时啊，我们也是先存一下档。我看啊，那么大家先稍等一下啊，我再看一下。哎，好啊，确认了一下，确实是没录下什么事情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再去这个找那个，再去建炉，啊，准备去种花。啊，咱们的进度呢也是非常顺利啊，非常顺利。好，正好呢，时间也是刚刚好啊，也是正好到了未时了，我们接着来这个存档种花。啊，浇水。好好感觉浇水是不是就没了？哎，怎么这么简单了啊？这个难道这个也是这个照顾我吗？怕我玩不好啊，跟当时那个花似的处理，连着浇水就给整好了。这时候呢还这个还是喂食啊，我们先要浪费点时间到辰时啊，浪费方法呢很容易在大地方转转两圈行了啊，这个瞎溜达溜达啊，浪费到这个辰时就可以了。应该很快的啊，大官，啊，转两圈，转两圈，还好，这儿我们立刻冲一下，哎呦，这样的话，咱现在就属于是一次都没浪费啊，非常的稳，啊，这次变暗了，变暗了，应该是唱歌。难道就一个唱歌吗？哎呀，真来，怎么这么简单了？这不科学啊！这简直就是不像以前玩的那丧心病狂的感觉啊！
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目标呢，是往这个，哎呦，发现这个咱今天视频就录了一个小时了啊。啊，那算了，那长点就长点吧，毕竟昨天咱没更新是吧？咱先稍微长一点，但是也不能太长。倒不是我不想给大家做，因为我说过，我这个视频录制软件长多了以后，它这个视频就分段了，啊，一分段还完了啊，那就麻烦大了，那真是这个得不偿失了啊！那至少你们得玩两个小时才能看见，所以说咱就稍微的快点啊。啊，他说都酿不出这个好的这个杜康酒了。我们赶快问怎么回事儿。哎，遇见找着小村长了。说你来了不是时候啊，现在这个无水啊，可酿这个酒了。说专门用来酿造这个酒的这个山泉湖水啊，被破坏了。说谁破坏了呢？说听那村民说有个猴子搞了鬼。啊，有的说呢是被下了这个巫术。他说还有些人啊，看到一个长得很奇怪的鱼。啊，看来就是要把那个鱼给找出来啊！其实这就是一个这个怪鲶鱼，就在这个地方了啊！我们要开始钓这个最丧心病狂的鱼。哎呦，要不咱这期就做到这儿了啊！之后他说：“哎，这是一个小活啊！”他说：“再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讲。”他说：“前几天一个晚上，他把一些这个腐烂的蛇胆子丢到了这个山泉湖去啊，结果竟然有个怪东西跳出来了，吓得他这个整个狗吃屎啊，连忙跑了。”啊，他说：“让我保密啊，别告诉他这个把这个蛇胆放到水里的事啊，因为他总觉得就是他破坏了。”破坏这个水质，也是找个人说说话啊。这个其实呢，这就是说有这个怪鲶鱼了，咱这时候就要钓这个鱼了。但是我看下咱这个视频真是有点长了，我真是确实担心这个视频分段了。那么咱今天呢，要不先做到这儿啊？那下期呢就专注的开始钓这个鱼啊。我目测呢，可能两期或者一期啊，咱就能把这个游戏给完结了。要不咱就再做的话，就是做这个其他的路线啊。那么咱今天呢，先做这儿啊。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还是老样子啊，硬币什么的能支持就支持啊。主店店零食店呢，还是老样子啊。那么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